好，这样好哎，好，好哦，然后他也要努力，
传福音吼，无时间互恁当咧写报告。对，传福音对你碰到一个人，你需要有法度甲讲出来呢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拢来遮写。好啊，啊，地甲分类啊，伊就是甲写地方下骹，甲写，我都写出来呢。就讲迄款观念啊，就讲平常你都爱知。吼、哦，第一圣殿礼拜的大概形式跟信仰要义。哎，他嘛难过啊。哦，你也是，是啊，要义是什么？信息主要的信息方向，那你们礼拜对吧？啊，那考五题就知道这样考。老师，五题 OK 啊？的上帝观，就是我觉得用，如果说给我们变成报告写，这样我们比较有多时间去思考。可是报告是要背，比较多时间去，反而比较多执行的那个。知道吗？那我觉得考试的考题比较大的，是没有完全。所以这平常，啊，那你考试其实还是很狭隘的呢。考试不一定狭隘啦，因为就讲你平常爱读足济，啊，你唔知考试有考多几题，所以你就要准备足宽广呢。宽广一点的，到那个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重心啦。对啊，还有就明年要重修一次。题目好哇，我来算五题，啊，那好，第五题来宾然后再发给我们看一下。所以讲哦，您的看这题目跑到哪里去了？来，看一下一个。好，好，下一题是宫殿。你好，准备啊，啊，请借这个题目，啊，请问那个算算来哈，啊，看平均的啦，啊，就是讲摩西五经选五题，哈。啊，前先知选五题，后先知选五题，圣解选五题，安尼几题啊？哇、啊！啊，我这个选五题，我能够今年艺术选题安尼。嗯，对吧？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从二十题里面，然后都不改，然后就再选五题出来，这样子？你这个会调一下下，啊，但是来讲，比你用上套乖一点，啊，对，不然哦，有点像你算的地方是不是，啊，是不是分布的有够平均哦？嘛唔知咧，我都爱接到你的地方了啊，唔知怎样。那就这样十题好了，我们这样很危险。好啊，无十题啦，照他的内容。没有，我去。哎，拢我去。您看。恁都把所有地方各门各派各系拢出出来，拢我班长，还是三个系的系带拢去甲班长讨论。讨论了啊，讲安尼大家拢欢喜啊哦。啊，包含要选几题，你嘛拢讲好啊哦。那再请班长回个 email 给我，安尼好不？啊，我就知影讲，哎，这个方向大概在哪里？大概感觉也较多。啊，当然。那感觉地方出了伤低咯，我嘛会把我的一寡意见，不过伊当然吼，班代在还是在个团队啦，在讲哎，应该差不多哦，哪个方向？啊，至少来讲，啊恁去到会，忽然间人要问无用，恁至少恁嘛知影讲哦，随便讲，会当安那讲安尼。今麦要甲恁考的是 comprehensive test， 所以讲把那放在放在课程。你最多以为刚麦课？当然啦，每年分给小组分开嘛。好啦，来，好啦，好，下一个啊，好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好来，第二比赛呀，就是40章到55章，哦。
那么这是对两边时代，一直到这个古用学家时代哦。我大概，我都有一个问题，我问你，意思跟讲上帝的灵在倒位？基督变到去倒位？啊，这灵敢是今麦讲的圣神？啊，迄当阵灵魂，啊，今日灵魂有啥物无同？啊，以色列的灵魂吼，甲犹太王国的恢复，代表王朝的恢复有关系。所以，伊的灵魂唔是干呐疾病、赶鬼、赶个人的鬼，伊个人肉体的病、心灵的病，唔是干呐呢？咱也发现，若用以色列这本来做历史，你也发现天使是分对上帝灵在走。啊，上帝灵啊，离开圣殿，所有的天使拢对在走安尼，无对路的啦，啊有对路的就害啊。那么，规个以色列的国度，嘛爱亲像天使对上帝灵来在走。那对上帝灵来在走呢？对，迄个以色列国的恢复，犹原爱用上帝最中心，上帝恢复最中心。那这里实际上制度、体制、国家的组织用上帝做中心，啊，伫内涵嘛，同款。你规个国家的迄个价值观念、社会价值观念，啊，佮法律精神。各方面呢，爱照上帝旨意，啊，国家内底每一个个人嘛，拢总照上帝意思。啊，人唔知影啥物意思，就记上叫记四项：公义、慈爱、圣洁、信实。安尼，从迄个方面去，尊主最大。安尼是呢，啊，都。是军队一些个书内底迄个上帝灵咧走的方向，甲来，啊，你都唔对着啊！啊，这啊，就是这一些个书内底上帝灵要引出啊，这个国家恢复的迄个方向甲品质。那一些个得着的灵，就是拄拄啊，伫这个时间点管的时空，把这个大事会当完成。至少要把这个都传出去，让人知道。啊，伊这个又尽到这个责任，能够变作本册留到今仔日，继续搁感恩开始。那这是先天得着的灵，啊，甲伊的属方是。啊，那是针对大鼻龙，特别咧，即马拢已经圣诞节啦，哦。那做一个王。应该有的灵魂，属灵魂属啥呢？较基本的，就爱去看以赛亚第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十一章。好了，经文叫出来，啊，这边是经文讲好用的。以赛亚，以赛亚，好，啊，十一章。一章，好，对亚瑟君亚撒合体哦，吼，这个亚细吼，有一个这个意这边出来，第二节，那么这是那哈阿老努阿阿多奈米妖怪人啊，被降低的监管。啊，这个灵是什么款的灵呢？如果福克玛地位的灵，所以千万莫甲我讲信仰就好，莫讲地位学习这。那讲这种话吼，拢无了解古约的灵魂啊。你古约的灵魂绝对有地位的灵，有宾啊，啊，卢阿克的炸，啊，这个是魔力的甲灵力的灵呢啊，所以这有。古布拉，所以这些炸古布拉，魔力跟能力。过落去呢，如果达阿德话有阿德阿德奈啊，敬畏亚华，明白亚华的这款的如果这款的，所以这是一体的哦，袂使分开啊。一旦你若分开的时，无敬畏啊，但是足有魔力，
有点时会稍微足干呢，你别好碰起，它就害啊，变足干的红。所以咧，第一个心情，这个伊是亚西的后代，代表的后代，这是最国王的，这是君尊的临恩论。做国王爱俗的灵是这款的，啊，伊向外靠展现的是什么款的结果呢？伊俗灵的这个水果会结出什么水果呢？看第三节，伊咧敬畏啊，我最快乐。啊，西洋心我们起兵，你看，是就是一问证据说一问话，不是用听到，是要讲求证据啊。过下一句，连续用公义心话送用人，这还有要不他好，应该是还给穷人一个公道啦。啊，不会穷人常常叫我们别人去怎么得了啊？啊，好野人啊！不义之财啊，那个已经唔免阁再甲讲啦。迄阮小心困苦的人，那先予伊一个公义。啊，连就爱甲这刀吼，爱会当讲出来，爱人来拍，爱会当把人我救会当救者。对公义，公义啊，做了，做落是信息，要做伊的鬼啦。唔通做那个白菜切啦，还是什么那种？你起码怎么样？刚刚有个人看讲话就感觉无啥信心，啊，这就足食啦嘞。讲伊信心啊，走袂住啦。这款的灵魂，过落去第六节，世界大同啊，灾祸甲灭亡三甲大啊，这样啊，这过落去一直到第九节拢同款，这咱拢足熟个啦。啊，所以一个大同理想的世界，对理想的人来，要有理想的王，这王爱敬畏要花领受伊的属灵的温书，啊，伊袂使戆戆，还有地性魔力，敬畏要花，一旦有地性魔力敬畏要花，伊会疼心，就袂变作烂好。有公义，伊个疼心特别偏私，袂拢干呐疼伊个小学同学，要互伊去中国赚大钱。啊，结果台湾个农民山地公包啊，啥都挂做歹，啊，无啥无人照顾，无人要生。公义，公义追求的是普遍必然的疼，毋是偏私抹脸的做功德。这点大家一定要了解。不是私下，哎呀，你无啊，私下是点个东西。是不论如何，所有的人拢爱得到生存的基本啊，迄个要件，拢爱满足。啊，当然你要吃我创啥，看你啊，是不是啊，家己爱较怕点，对不对吼？但是基本的迄个生存。一定拢爱，袂使有人流落街头，袂使有人烧炭自杀，袂使有人无依无靠，拢总爱得到教育，安尼才对。教会也是上帝的路过，中有一个做要紧的使命，就是你爱去甲政府的领导者讲，你爱安尼做。啊，若无，啊，你的比赛啊。本来就无啥好。当然，伫世间无完美的领导者，无任何一个领导，你要期待完美的领导者，等于是错误的期待。无人有法度亲像耶稣这么完美，所以比赛啊，最后一定是耶稣上完美。干呐，伊的降生，伊的再临，才会当完成世间最后的圆满。这点是确定。但是咱庆祝圣诞节，吼，纪念耶稣的降生，期待耶稣末日的再临。伫这个庆祝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就是搁一遍的灵修甲献身，用这款期待耶稣的再临来参与世间的事务，
哎，你这亚细菌要发一支，这嘛不是干人讲亚索呢？台北的球台大概嘛比赛啊受外流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做国王的拢爱受外流。所以世间的军容不一定真好，唔通期待理想的国王总统，但是你爱期待吼，有一个愿意甲这个国王同工的，啊，迄、那个同工有分两种。伫对的代志做伙做，伫唔对的代志，顶管你会甲指责，你会甲指出伊的错误。用听先讲先是话，你会拿着标语上街头去提我看，哎，安尼无啥好啊哦。安尼个单工，啊，迄款单工，四方贡献，使命，所以上就是用听候耶稣。会再临这款的心态，迄、那个原理，迄、那个原理的世界是安尼。上帝已经启示予咱知啊，阿嘛会完成。用迄款的内涵，迄款的方向，提来今仔日咱大家参与伫这世间的事方，咱拢爱参与伫这个世间。啊，咱参与伫世间，迄、那个方向就是用耶稣未来的国度迄、那个来。这个方向来参与这个世界，帮助这个世界向这个方向行啊！然后呢，属奉这个耶稣基督，这款的属奉呢，提来进入的现在的世间，来期待讲，哎，你这个国王爱完成我的主耶稣所期待的国度，你安尼做真好，啊，你安尼做唔对，拜托你改正。帮助你向耶稣迄个方向去，安尼是虽然愿意了未，但是上帝国君呐、啊，你咧安尼侍奉的是迄个上帝国君呐、啊，才慢慢啊真正君。若无人要用这款的心态去侍奉，去入世参悟，迄、那个上帝国君呐、啊，有可能变只远的君，是只近的君，哈哈，君无啥下去啦。啊、所以台港节日到圣诞节，为什么会那么庆祝？这个，随上这是搁一边的领袖，搁一边的献身属奉的方向的确认。另外，咱的班代、咱的班长嘛，不一定交完，但是你要哪，大家该做伙来建立这个做耶稣买子，用。基督社会，基督国度迈进啊！诶、欸，对不对吼？诶，一个贡献者，所以咱参与的参与起来是一个贡献。先呢，富裕的灵魂，哈、啊，灵魂运动，不是干那点么讲方言创啥？伊现在是咧讲公益、和平、整体健康的迄款灵异、属灵的物件，拢伫遮。不是迄啰，亲像印第安人那咧，听拢无无咧讲啥，迄啰鸟语啦，啊，因为咱卖闽语，真侪拢是叫印第安人闽讲，啊，就咧鸟语嘛。OK， 好来，倒转来咱的这个大纲啊。所以按照慕尼黑大学就业教授巴泽啊，伊的分法。第二赛啊，吼，啊，当然，这个主教的这个是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哈佛大学教授开始编出来吼，迄个何咩呢？迄个，哎，感觉这有六幕呐，吼，开幕闭幕不算，所以伫底亲像伫天里，所以有声音要喊话，啊，其实是天顶的声。但是上帝都伫要行伫地里，所以天顶、地面其实是一体。啊，然后开始讲到未来的代志。那个一些是上帝路过，上帝欢迎伫地面上统治，结果是巴比伦伫要倒，世界伫要兴起，上帝受苦的路过，上帝要甲拯救，然后凋谢快乐。公园树、啥物香柏树，大家拢在拍手欢喜，大家欢喜行这条上帝的道路。
那这条上帝道路就是亡国者复原的道路，所以赶紧大家对巴比伦倒转来啊，所以这条路是旷野准备上主的路。这条路就是对巴比伦行转来啊，路撒冷的啦。现在大家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。要看很快哦，大家是尽量看很快啊，别再上班啊。后来四十章第一节，韩德尔在唱歌，安慰。空无敌，空无敌，卖一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唱来想起来都炸汗，所以来不要对外背声。这个上帝机关不是叫人去祈祷嘛，是讲叫咱去安慰百姓啊。啊，战争的日子已经满，水已经下面啦，四十章了。啊，连有第三节，伫旷野有声音在喊话，准备上主的道路。山无啊，小平，大山小山，条条都平，因为这条要回转故乡的路。不是这么歹行的啦，是真好。上帝足厉害哦，天顶宇宙吼，无上帝一个手掌会大。所以你这个所在，所以二十七章，哪个讲？我的道路向了花粉丛啦，找路唔知要倒。无啊，上帝路真清楚啦，免烦恼。听好呀，我要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哦，走也无呀，行也无先。他的如鹰展翅上腾，是安那就要用走啊，用飞就好啊哩。啊，所以这吼，拢巴比伦的迄个神话动物啦，吼，亲像迄个火凤凰啦，火凤凰哦，啊是迄个贴在巴比伦的壁迄吼。有狮的面啦，蛇的身躯啦，啊牛的脚，啊有蛇，但是唔是咧飞，伊是用牛的脚咧行路的啦。讲好话，这世间常用的脚就是牛的脚，哦，所以你啊，如也走也如生，我叫你用飞啦，要回转故乡的路是要用行的，啊，啊要重新得力，就亲像火凤凰吼，烧到尾来跳，对内底搁顶头生。所以你有重生得救的贵人啦，哦，这是真趣味的啦吼。要兴起一个萝卜哦，那连着呢四十二章，要我这有四首萝卜的歌哦，比这个八个细目呢，都有四首萝卜的歌。江城的灯火不吹灭，所以这个一切的未叫消灭去。那么看到四十三章十九节，这咱常常在读的，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干河要创啥？无代无志走遐要创？啊，你讲无法度啊，对巴比伦行转来，拢会经过沙漠啦。啊，大家要对遐转来上惊的，就是讲啊，这沙漠无水通饮，这是啥？所以先知吼，拢用较碰风的讲法。拢沙漠内底有甘油啊，绝对袂无水通饮啦，哈、啊、咧，啊其实是无啥可能，哈咧吼，啊但是伊就是用安尼硬甘鼓励啦，你爱行，哦，所以咧对巴比伦甲人带倒转来，那四十四章、四十五章要注意吼，独一新闻上强的经文拢伫遮，独一新闻，所以四十四章第六节。我是起头，我是落尾，除我以外无有真神，这就是独一神论。世间干那一个神，啊，这独一神论哦，有足侪所在拢在讲这个。到四十五章第五节，我要我以外无别个上帝。第六节，无别个上帝。二十节以后，嘛无别个上帝。啊，就是第二讲，第二讲，拢无别个上帝，独一神论，那那第二个，拢总出现伫第二以赛亚。
但是注意哦，后代吼，像英国、澳洲吼，伊使用独一神论的历史吼，就是讲大家拢爱敬拜耶稣吼，啊，结果耶稣拢做侪洋枪大炮出去传福音，啊，结果澳洲人拢到处讲殖民统治，南非、南美、北美啊、澳洲啊、印度。啊，中国是八国联军，啊，无甲殖民啦，啊，但是至少嘛，共拍甲真凄惨。所以即款的耶稣足奇怪，无啥像圣经迄个耶稣。所以澳洲的耶稣，澳洲甲美国的耶稣，大家爱较细腻的嘛，大家拢基督教啊，但是足够讲新疆跟温家，啊，这根本是有伊。基督教的名，有基督教的属性嘛？这爱说，独一神论是伫以色列上软弱的时期，去掠的巴比伦做奴才，看到巴比伦的神庙遐尼大，看到巴比伦的神遐尼大神，啊，因的国家遮尼强的下面，神帝咧讲无啊，因遐有强，啊，以色列这边敢若四五万人，其实是足烂，啊，圣殿搁叫人拆。结果是弱势的人在讲大声话，阮的上帝足高的，天地万面拢去创造的，世间干那伊是一个是真的。我问恁呢，伫恁上得衰的时，恁有法度讲这款话啊？那无爱向以赛亚学习，这个是以赛亚的多孙孙啊，吼，唔知多几代，但是是足后代一个多孙讲的话。所以米勒屈身，尼泊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拢爱拖咧走，较伟大的偶像，即马原因爱走路，啊哈，哦，所以免烦恼，免生的话，我都甲恁保护，啊，我已经甲恁创造，特别甲恁拯救，免烦恼，第二到恁头毛发白，我嘛要甲恁拯救，啊，所以即款的经文实在是真安慰啦，啊，迄个拯救是有一个人啦。四十五章第一节，哦，骨头前一节，啊，我都跳起的吼，哦，安尼好，拍照说，轮到鼓励讲，伊是我的仆人，这就是尊荣啦，啊，啊，过第一节，我所赋予的鼓励，这普世帝国的第一任的皇帝，伊要予列国降服在伊的面前，啊，连着伊要修正沙漠。开道路、创业、开工厂，其实拢在讲这个啦。伊波斯帝国吼，伊会起迄个王道，国王的道路，吼，每十五英里一个驿站，啊，所以你若要上街，就直直骑二骑吼，到迄个车站吼，外尾佫继续骑，还是换人啊，过去上。啊，所以帝国不管什么所在，只要一礼拜、两礼拜，过就上了。唔免讲安尼，讲对巴比伦家等下再要说，你爱行五个月吼，唔免。而且嘛，波斯帝国起足侪快速公路，骑马真好骑的。哈，啊，即个快速公路今仔拢是要变作恁回转故乡的道路。我要花金砖高铁，所以有人在讲，啊，即台湾哦，有一间啊叫常常叫中国威胁之物，啊无五万。讲美国的总统最亲像鼓励安尼，甲咱拯救。我是在讲会当期待啦，啊，但是上帝唔知有这个意思，啊，较济程度是咱家己嘛要有意愿愿意啦，啊，较无啊，无法度的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波斯拍败巴比伦，啊，怎爱互一切人都登基啊，无啥哩，啊，竟然安尼起来呢？以色列的五言。竟然是安尼完成的啦，啊！伫以赛亚书讲出来，吼、哦。好来，所以独一神论这嘛是真要紧的经文，大家爱知，吼、哦。连着四十六章、四十七章在讲着巴比伦一定会倒，大家免烦恼。到四十八章二十节，四十八章二十节，所以底下咱就当看到。大家一起念一下。不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。用欢呼的声音传扬说：“高欢又小叶有风啊！”这代志要传到，啊，石盘嘛要有一
出水泉呢，这出来级的代志拢定心就会发生啦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所以要对巴比伦出来啊，都等来扩充亚罗沙列，连着呢，咱可能爱跳较紧的吼，连着咱就看52章。52章，西安啊，天气啊，第7章，报好消息，传福音咧，对西安讲，你的上帝做王咯。因为安怎呢？大家拢在等来啊。耶和华安慰的百姓，救赎耶路撒冷。哦，连续到11章，大家一起看11节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。从巴比伦出来，他接近耶路撒冷，要从耶路撒冷出来，扛耶和华进去，不要自己财商啊，出来，要从中国出来，不要沾染不洁的东西啊！你看，要赚人的钱，含国家的料，这款也袂使，赶紧转。哇，这啥物啊，真好搞！啊，所以哦，这。啊，为着要回转故乡，爱搁做受苦的萝卜哦，所以52章13节，我的萝卜做代志有智慧，但是有智慧，伊的面貌啊，搁无啥好，所以到53章。咱所传的有脊椎性，腰外的手骨用脊椎很软，伊伫腰外的面前生长，亲像真正的伊，确定大地，无好形容，无为儿童，无咱人无伊。是安那即卖无输拢穿西米罗，穿甲卡里帕尼，上帝罗布拢咧做头等餐，结果伊的主人无好形容，无为儿童，无咱人无伊，叫气死。为咱的苦痛，为着咱的罪受地伤，看到上台地无出声，要做上帝萝卜，即个爱诚做你的参考啊。然后咱跳到55章，所以55章唔免钱唔免文，来买酒，干呢？唔通买迄个卖食的。大家隆重来找耶和华，就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。然后耶和华讲：“我的意念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是恁的道路。啊，恁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？恁的意念就是讲这条路足歹行的啦，啊，这条路足歹行的啦。”后土肥后热仔虫，还佫有风飞沙，佫日头赤炎炎。阮要带一巴比伦，我爱转去。然后我讲，我的意念不是恁的，我的道路不是恁的道路。我的意念是这条路真好行，啊，这条路好行。啊，我的意念是一定爱转去，哦。所以我讲过的话，绝对会行。哦，来向后面看。像这边，像这边，哎，好了，不要到56。所以咱树叶音传，大山小山在恁的面前唱歌，中秋代替祭礼，啊，啊，这个哈大沙代替祭礼，啊，大家拢点啊拍手，哼，所以回转故乡的咯，叫叫好歌，哈哈哈哈哈，黄昏的故乡，哈，啊，这条路爱行。要花要跟你三个，所以这是复古的一个啊，一本册。第二世啊，拄拄啊是巴比伦灭亡，波斯拄拄啊上台的时，啊当然这个册有可能伫波斯时代才写出来，啊，正做礼拜中间的八大戏幕，开幕到闭幕，总共6幕，哈、啊、嘞，啊这是巴泽也该水，啊你 ，OK。要无下卡想出来讲讲的嘛好哦。啊，即马转来到耶路撒冷了啊，吼，圣殿嘛起了啊，吼。啊，不过大卫王朝那也无恢复。啊，所以大家在质疑这个问题。啊，耶和华讲，啊，大家转来啊，不过
继续犯罪啊，无公义啊，嘛是可能做歹代志啊，无守安孝礼啊，那会使？啊，佫欺负太监，啊，欺负迄个变性人，还讲没有性别人，啊，咱那个性别歧视的拢伫遮。哎，大家认为吼，这较好欺负，但是这要我讲，我咧讲吼，你唔好欺负外邦人，啊嘛唔好讲太监，你就过来咯。持守外约的太监，我嘛要伺候好伊哦。虽然伊的性别已经改变，但是我嘛是要啊，要让伊在我的圣殿内底有纪念、有名，平有早嫁还佫较好呢。相属于永远的名，位位监督，哦，不得了啊！我们看，这是五十六章，对不对哦？那佫看落去，这个第八节，第七节哦，我的山要做万民祈祷的殿，啊，恁千万莫把它变做贼修，还有公义。但是五十七章第一节。是安那异人死，无人藏伫心内，敬虔的人拢收回了。啊，这个世间啊，拢奸夫淫妇呢？啊，这国家是要安那恢复？不能复国，不是上帝的错，是当来啊，罗塞勒的百姓还这么烂。啊，圣殿已经顶起啊，但是无让伊变做万民基督的殿，竟然让伊变做财神。六，这是第二圣殿期，五十八章。看五十八章，国家之产，敬家，我袂乱敬家。敬家是要叫上帝伫你迄边，为了你求利益。你敬家要压迫上帝吼，替你来压迫员工，互伊做苦工。啊，这也是敬家。爱安怎敬家较好呢？你若敬家，你就爱把你的辛劳员工的重担减轻。啊！你金家就是金家，你长号的饼爱吞红家，或者金要做啥？所以正讲，诶，金家就是讲吼，啊，我会分你食，哎，啊，所以即摆拢学袂完金家，金家为着家己自私的利益，伊块呢宗教行为有啥问题？金家将来唔是咱礼拜天主中的一项，但是若要金家，那唔是为着。把饼分予妖怪的人，漂流的宋江人，接赤心裸体，也伫寺里坐一日，你的敬家是无路用的。所以古用的敬家，无变，伫遮。啊，过落去到六十一章，就天气发光啊。六十章、六十一章，天气发光。哦，过六十一章。要坏人伫我的心上用油，我有个灵魂运动啊！啊，这个灵魂是啥物魂呢？凡好福音和颂扬人，切见我以后相信，不过受孽的剃头发，啊，像惊洗了还来好人啊，去用关入家路的，迄个爱出家路，不过上帝稳定的机，啊，各上帝各受灵气，啊，这看是啥物人欺负一切的人，要过。啊了后呢？修造已久的荒场、荒凉之处，历代荒凉的城池要重建啦、哦！所以这整个国家重新来做建立，这天气发动列国，拢爱知你是我的后代，所以是用这个国家得到上帝拯救来做见证，向万国来做见证。到六十六，有一个新天新地啊！当然最后是要够有心魄。但看咱以赛亚书就介绍安尼，第二以赛亚是何书拄啊开始，巴比伦拄啊消灭的时。啊，第三以赛亚五十六到六十六，这是何书应该有比圣经纪要的时。所以这个时阵呢是灵恩复国运动啊。啊！伊个过程规个是安尼，唔通哦，上帝灵担忧，所以都爱去行公义、好人品、含敬家、祈祷，唔通袂记爱行公义、照顾宋江啦，
有真正的疼惜，啊，唔通把上帝当作摇钱树，干那要追求你个人自主的成功，功成名就好，寡太平安尼袂使。啊，嘛袂使追求利益，要陷害心罗弱势者，安尼拢会互圣神担忧。如果乃当把这款旧的灵，陷害人的旧的灵，拢从屁股换新，最后上帝应当叫可能显现，那无拢无咧用功上帝，所以变啊用功上帝，最嘛会当做期末报、期末考试的一个题单哦。从第三以下再来看如何荣耀上帝，这题单呢？哦，点票真好嘛！安尼，你著像我安尼讲下下来，我真困难。好啦，好来下课哈，多谢。同学，等一下。谢老师。同学，等一下哈。